咁而家咧就係中午嘅12:30啦，而家咧就等緊位飲茶嘅。星期一至五咧都唔知道點解咧，等位飲茶都需要咁長嘅時間，何況係星期六日。咁啊，等咗咧就係20多分鐘咧，終於攞到咧就係台號啦。咁啊，國37，咁啊唔知道咧係邊一間房啦。系啦，咁啊，终于上到嚟咧，就系宴会大厅呢度饮茶啦。咁啊，我就唔中意咧，就系搭台文化，咁所以咧，我一定要排到咧，就系拣翻张咧，就系啱自己用嘅台嘅。爷爷问你啊，啊，爷爷问你一行，你都讲啊啦，爷爷问你都讲啊，一啲系。我要邊啊？邊邊碌揾好你中意喺咩啊？邊碌揾？你做嘛？啊？你做嘛？邊邊你做？邊邊做過啊？九乾坐又啊，不過人哋喺度自揀，又唔明嘅。九乾坐自揀。九哦，係自揀碟嚟，因為冇嘢啫。揾意足啦，有時揾意啊，有自己淮山粟米，要揾意揾，揾意揾，揾意揾啦。嗱，咁啊，國內飲茶方面咧就非常之方便啦，咁啊酒樓啦，亦都到處有啦。然之後嗰個工作人員咧亦都非常之多，所以即係出嚟飲茶咧非常方便。咁啊，早餐連埋午餐一齊。咁啊，終於咧就係揀選咗咧要飲茶食嘅一啲嘅菜式，咁就點咗咧就一共有11樣嘅。啱先咧呢一個工作人員行過嚟同我講話，哇！你哋兩個人點咗11樣嘅點心，咁其實咧食唔曬嘅話可以打包嘅，冇乜所謂嘅。佢可能咧即係覺得我哋如果係即係點咁多樣嘅話食唔曬，其實咧可以打包嘅嘛，嗰個習慣咁樣嘅。出去食嘢嘅時候咧習慣攰多啲，咁啊可以打包翻去再食啊嘛。咁啊，分別咧係點咗有呢一個蒸排骨、陳皮牛肉球，仲有咧就係龍都嘅一啲嘅小食啦，就係豆角仔啦、金渣啦，跟住咧就有一個紅蘿蔔嘅花卷饅頭、水東芥菜粥，跟住咧就係腸粉、蛋撻、鳳爪、涼拌魚皮，我最中意嘅。再嚟一個咧就係筒骨蓮藕煲啊！咁所以咧，即係嗰個幫我落單嘅工作人員覺得，哇，兩個人可以點咁多嘅咁樣。相信大家咧都非常之中意食蛋撻嘅。咁啊，灣區方面嘅蛋撻主要形狀咧就係圓形嘅，但係呢一個鵝蛋形嘅蛋撻，相信大家咧都係少食到噶啦。呢一邊嘅形狀咧，主要係以呢個鵝蛋形嘅蛋撻為主嘅，而且咧都係一啲酥皮嘅蛋撻嚟嘅。經常有人問啦，嚟中山有啲咩特色嘅小食咁樣咧？嗱，嚟到龍都呢度咧，當然要介紹咧就係龍都嘅特色嘅小食。就呢一個咧就係角仔啦，角仔咧就係三藩市灣區咧就冇得賣嘅。加上咧仲有龍都嘅另一個小食叫金渣嘅。嗱，呢一個咧就係金渣嚟嘅，入邊咧就會用一啲豬肉餡咧、豬肉碎啦，加啲南乳嚟到製作嘅。咁所以咧，食落嚟嘅味道咧就係有所唔同嘅。咁啊，非常之具有呢一個咧就係家鄉嘅味道嘅。